现在的年轻人懒就算了，还这么挑剔啊！每天一道家常菜，锅锅鸡爪喊我塞。今天是个体力活啊，这么多鸡爪全部剃完，做一顿柠檬酸辣的锅锅鸡爪。视频的结尾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柠檬酸辣锅锅鸡爪。2000 years later 终于拆完了，还是调味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oh, 柠檬酸辣鸡爪！五谷鸡爪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鸡爪怎么就那么一点点？啊，刚刚剔骨头的时候都剔坏了。啊，那我们都吃完了，明叔你吃什么呀？啊，没事，你们吃，我那随意就行。啊！我操！居然给自己留这么多，干他！啊，这啥？不亏吧？真好吃。你们怎么想的？给我留点这个。你们知道我这个鸡爪子是怎么剔的又快又好的？我知道。那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。